好，我是千鸟，欢迎收看一天一星星的来看烂技术红毯拟真情境训练过关法。今天要拿的是四个爆头，这是直播的时候拿到了，所以我们就切换到直播的声音。我坚持。哎，大概在这个位置吧。你干脆就躲在这算啦、啊，等人出来就 K 他就好啦、啊。他们应该是不会出来，我觉得。先装子弹。反正你就躲某一角，一直攻。好，派出无人机。我觉得线上派无人机就没有什么用，一下就被发现。你说无人机被发现了？对呀、啊。大家看你的无人机出来就爆了啊，就会直接说他不会爆你无人机，然后他让你没有发觉得说。你没有被发现，然后他去找你的头，你就这边好像没有，只有一个，好，只有一个。二楼不是不少个吗？怎么可能只有一个？这真的是不科学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L 3 R 3 3有，好啊、哦，这是不科学的穿墙啊！Go go go！ 把这边的人标出来，我觉得这样子红茶应该不知道哎、欸，红茶很多人喜欢用无人机嘛，就直接想要喜欢自己去找。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边一个，然后这边一个，哎、欸，你其实也不用走过去啊，你就是对着。方向一直射你就赢了、啊，你那不是穿墙吗？你干嘛走过去啊？你就对着那个位置，然后一直打就好了，反正都会碎掉。不、嗯，你不用走过去，你就从那边打就好了。不行吧？可以试试看，你就这里穿墙，然后自己大概。不行啊，这个打不过去啊。有啊，好碎掉，你再多打几下。这里墙壁都烂的，打不出去。好像没有办法。你就从一面墙一直打到下一面墙，再打到下一面墙，你就可以从这个区域打到敌人。所以这个人跑去哪了？我觉得他好像是移动。坐等千聊达线上。为什么我觉得那个洞是你的声音吗？哪个洞？就是刚刚咚咚咚咚咚。我好不喜欢无人机的视角，看起来好晕哦，有点不舒服。用破门炸掉，怎么用？为什么不是用炸弹破门，而是用？奇怪，我刚破门炸掉，刚刚都没有打中他，因为他蹲着吧，因为我打太高了。嘿嘿，练习。哪在哪？哎呦，剩三名哎、欸！剩三名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就在一楼，二楼都被扫了。啊，直接切换发射模式。可是我觉得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！啊！你在做什么？在看呢、啊，在看呢、啊？怎么会？哎呦，我刚才有听到声音。吓死了！哎呦，白痴哎！哎呀，宝宝是多一颗星了，多一颗星，接下来就是成功就好。我要走了，等你好了，等你好了再来。就是我的第二颗星，基础近距离作战的四个爆头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哦。
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